回去那边没有几个局长。好，那个你最前面的你就是帮忙一下，如果你发往那边拉，你把它举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好办。或者是视野这样的状况，会觉得他们很高兴。那么大概我们之前不知道这次大概动员多少人，有些基础动员非常好。那我们有的是呢，有的清理，我们说这清理完这个就要毁掉。那市长为什么今天会？哎，对，这个是那天跟林副总说话，我们可不可以来加工红利？哎。幸福还是功夫，我应该扮演功夫的这个角色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显得最轻松的，这是最轻松的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不会去影响其他的工序，或者是工程安全。那个服务人员说，好，我们请把你的电视机拿来，一定在我这边。Okay, 好，谢谢，待会儿见到，等你回去，再来。